里啦？星星出来，太阳去哪里啦？在天上。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？他回家了。太阳、星星、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。阿妈，哎，叶子绿了，什么时候开花？等夏天来了。花红了，果实能去摘吗？等秋天到了。果实种在土里能发芽吗？它会长大的。花儿也似果实，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宝贝啊，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，那妈妈呢？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，我呢？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。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。